有没有听到我们的486安海思威客家小妹三口罩武汉美人家俊哥哥还有的歌神还有最帅就是我了我们现在就进去要怎么样在干爹 A 衣服好像都女的那是不是喊干妈嗨你们好很多名人来跟他们合作哎、欸岳东华、张志豪、张吉徐、郑恺，给他最提花的那种，就这种，就这个，给他这种。哇，哦，这道很潮，这道很像摩登大圣的感觉。这个比较像是，就前面有人躺着的时候。我还没结过婚，来这边有一种不是太适合的感觉。我跟你讲，我婚礼那天全部吊嘎，女生就是泳衣，一到那个礼服都能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不是你有在顾虑到你爸的感受吗？你爸是接待，他们也是要吊穿吊嘎出来。OK OK， 做很多，你们要来吗？不用，不要邀请我，谢谢。不要，我一定会邀请他们的。666666666。You've had a bad day。麻烦填个资料，姓名。好，我的 LINE 还有 IG 要留吗？等一下没有什么兴趣，不好意思，一出来就开始职业病犯了，在跟人家亲近亲近是啊。我们因为我们大哥你看过吗？就长得比较就是体面一点。好好讲，有证据。好，哪种类型？还是说一个亮色，一个低调一点的？谢谢你们女生觉得怎么样？我们女生投票好了，你们是这件。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那种演歌的站，就是歌厅终极一班系列。这种是什么龙王？它是有气势感，对，它有气势感啊！对，你说到重点了，这是我们的时尚设计师，时尚客家女孩，客家。我觉得他，我怎么觉得他想要帅气一点？你们不要这样搞他。到底我们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的作品会怎么样呢？小蕊。哇，是一个大工程，脸上老人斑太多、啊。不会，大哥。虽然每个彩妆师啊，都觉得来帮我补妆啊、梳化啊，光遮瑕膏大概就要用掉半罐了。然后说我们大哥肤质还可以吗？不错，年轻帅气。精挑细选这一套，我刚才穿下去，你真的是，你走在台北街头，我怕你被打。真的，大哥这一套真的是，我们昨天跟那个业务讲半天，我说哎，我找一件符合我们大哥的水准的，哇，西装，眼光真好，不是大哥这是泼墨的感觉，听说这个是那个反腐的话去衍生出来的，这个都有。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我想说服装线哦，没有，对不对？大哥只有这一套能够你衬托的出来，嘿嘿，见鬼啦！但是说真的。只有吴宗宪才能超越吴宗宪。哇塞，哎、欸，大哥这一套你穿起来真的蛮有型的，很有艺术家的感觉，比我想象中好看。因为大哥说真的，其实我们原本会觉得蛮丑的。其实说句实在话，我是觉得，掩面哭泣。来，你们觉得大哥穿这套怎么样？超帅，走在路上一定会有人跟他要签名。怎么样，舒扬？好好讲啊。超级好看。怎么样？大哥穿的怎么样？老讲啊，就是帅啊！干嘛你心动？可是人家会觉得像吴宗宪呢、欸。不是大哥，我觉得你穿这件拍一些啦，因为都拿了，就拍几些。嗯，赶紧记一下这个人。我们怀念他。我告诉你，他们都在骗我，知道吗？我是真的用那个拍了啊、哦，10年 ，10 years， 绝对会被他们笑死。这个真的很好看的，而且以他那种拉大提琴的艺术家，不穿这种干嘛穿、对啦，大哥，那你干嘛别麦？别麦，我们在开箱哦。好了，主要今天是这个形象的这个。你干嘛打扮成赖品妤的样子啊？你看这个衣服像不像赖品妤？赖品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走这种路线，头痛路线跟。大哥，你要注意一下，我们今天拍这个，你不知道干嘛，对不对？嗯。之后可能我们帮你直接就报名那个立委的参选。请投486阿北一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啊，这个就是定妆的照片。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干嘛，他就告诉我说今天要来settle。那个，我们身为全台湾最好的一间电商，你身为这个龙头，我们一定要做出这个表率。所以在这个那个形象上面，我们先拍一些照片起来。然后有人打扮成像赖皮。这一个。拍到现在这个心情怎么样？我好像风中的芦苇，是芦苇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反正我就是随着随波逐流。哎，是是是，我都永远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哎，大哥，你当年婚纱照是也是自己拍的吗？还是没有？婚纱照也是请外面公司啊。哦。自己拍好累哦。我那时候其实就在拍商业摄影。哦。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那个摄影师我记得是一个女生，她压力好大哦，她压力真的很大。嗯，刚开始我是一直很想跟她讲，那个灯不是那样，或者什么什么不是那样，但是我还是决定闭嘴，就是给专业的弄，没错，尊重专业。对，她拍的成品还满意吗？我也不知道哎，也没什么在看，我就看，你知道那我现在我家那一本都放在哪都不知道哦。下次我们就把它挖出来。好，很帅哦。还有。先帮一个你想追的女生，大哥看着她就对了，看着她电影。辛苦大哥，也有淡淡的女人香，对，那味道就是我家的洗衣精。阿北就是要吊嘎，那穿什么衬衫、啊？那有金破人呢，大哥。金破人，金破人。老实说，我当初买真的太重了一点，真的，我真的不骗你。所以那个戴一下也可以，那戴太久，你的颈椎会不舒服。对好哎，好，不要翘鼻。很帅很帅，大哥吸气，快给我拉。对，肚子肚子，对，我已经很尽力了。你有拍我在吸。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大哥蛮好笑，对不起。这位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是啊，又恋爱了。有，不要穿了，很好啊，超好的。辛苦大哥。那我们来做个 ending， 大哥，你觉得这个定妆照处理 OK 啊？我觉得倒还好，但最重要就是肚子好酸、啊，全程一直收小腹。还好哦，这一经过严格的训练，好好吃哦。那一般的人哦，没办法，真的把小腹收得这么久。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成品。但我是担心哦，这照片一出来，我们男粉丝会说，哦，这样好恶烂哦，然后都退，然后都退粉丝的。我男粉丝看到，或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到底恶不恶心，还是很帅气。爆了，爆了。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定妆 YouTube 定妆的一天结束，谢谢大哥，拜拜。散了，散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